就是当年给我姑娘就是打那个那什么，跟她一起出去打架了什么的，就替她卖命的。然后姑娘就是早晚留啊，迟早一天，不是死就是今天死。对对。完，等剩下就是明白过来的，哎，那是真懂事儿。对，就是什么都明白了。啊，要是说是你这个，就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折腾完了以后，然后悟出来的，哎，那以后那是真就是不是。